大家好，昨天呢我们从宝昌回到了通辽，一共是850多公里，还是非常累的。到家已经就黑了。今天早晨起来呀，一看呢，这园子有朋友给浇水啊，生长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都开叉了啊，得打叉。你那西红柿啊长得，哎呀，疯长啊。然后早晨早早的起来就收拾园子了，给你们看看我的园子变化。看看这个李子树啊，李子还没有太好，都压弯了。这是摘下来的黄瓜。葱长得还可以，看这柿子，太都得打叉了，这不打叉它就，结的不饱满。青椒、豆角，就走了13天，变化还是蛮大的。看这个种的瓜都打叉了，苞米都长这么高了，哈哈。这窝瓜长的，这，哎呦我天儿！哎，这窝瓜特别的爱长，看看这都，哇，看，你看都长到多远去了。我和老杜还有大白哥大白嫂，我们一行四人的探亲之旅，13天就回到家了。这一趟旅行啊，让我深切地感到啊，人呢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。你看我大白哥他都82岁了啊，人家身板直直的，吃什么都香，吃嘛嘛香，然后唱歌，看看呢唱的也一路上大哥大嫂都没说哪儿疼，腿也不疼啊。可是我呀这个颈椎犯了，不是就迷糊，去前还迷糊呢，坐车还迷糊呢。你这人要是没有一个好身体呀，就是长寿也没有什么意义，是不是？这两天我回到家里头又干活又啥又累着了，就觉得哪儿哪儿不舒服，头晕没劲儿。如果要是有一个好身体啊，那人还是长寿点好。那你说有个好身体，天天活着就是一种快乐，一种享受。如果你身体不好啊，这儿疼那儿疼的，活的时间越长就遭的罪就越长。我每次自驾游行程一般也就是200-300公里吧，那还觉得还凑合，这就一下子就跑800来公里，虽然都是老杜开了，坐车都累的，啊，都回到家以后这肉都跳，所以这两天呢就休息了休息，今天觉得精神点了。